曹子璇呢？知道你赶紧进去，连夜派人沿途搜查，还贴出了告示，谁想一百两银子又抓你了？啊！你得赶紧想办法，就当做抓住可不是玩的。这怎么办呢？这……哎，我看张小姐是个好人，能不能跟她说一声，让我们在这儿躲一阵子？这……我不能连累她。 那么，我们还是趁早走吧。哎，我敢走不了了。这，哎，少爷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得跟张小姐说一声啊。他们睡得正好，我不能打搅他们。再说，他知道了这个事，一定会留住我们。将来出了事，我怎么对得起他？ 有一个主意，什么主意？你偷偷得拿套衣服，改变女装，立刻逃出去，就说明天女士上京探亲，一路上倒可以遍人耳目。什么？叫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改扮女装？哎呀，事到如今也管不了这些了。<笑>怎么？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？不，没什么。不过我的留张字条告诉张小姐，四文他不在那儿吗？ 你改变女装，我伺候你不方便呢。我跟你一块儿改，我做你奶娘好了。小心点。 救了我，他的衣服也救了我，将来我怎么报答他呢？少爷，小姐，现在我们逃命要紧，将来的事再说吧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呢？他要是再来呀，我就好好教训他一顿。教训他？嗯，我要骂他。
不应该一走了之，撇下我们小姐呀，害起相思病来了。奶娘，啊，他回来了，我去看看啊。啊，这儿只有女眷，你们几位别吓着你们小姐。我们就是找你们小姐来的。什么事？我们小姐犯了什么王法了？你们找她干什么？千岁爷到这儿来甄选宫女。你们府上的二员外给你们小姐报了选。什么？二员外要把小姐选进宫去？对了。原来二员外一心想升官发财，打这个主意。你去回报千岁，我们小姐不去。我们是奉命接人。张小姐，我给你道喜来了。胡说，我张翠兰死也不当宫女，你们别看错了人。这可不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。这是我的地方，是我做主，我就不许你们进来。我们没事不敢进来，有事不敢不来。我们是奉命来接张小姐的。有什么凭据？这是千岁爷手谕，这是二员外写的字据。我没事。哎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还好呢，闯了祸了，怕什么？他们不会甘休的。走，快点进去。官府里的人给你这么一打，咱们可待不下去了。那么，我们不如立刻去找方公子，跟他一块儿走。不行，他进京去，我们跟着走，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可是我们总得离开这儿啊。那么上哪儿去呢？到你姨妈家去躲一躲，等风声过了再想办法取消报选的名字。小姐，我已经把大门上锁了。男装以避人耳目啊！我陪你一块儿去，越快越好，迟了走不掉了呀。这个，走走走，快点。脑子都糊涂了，哎，你的奶娘老喽。啊，你是我什么人？哦，我是你的老家人，可是又没胡子，就算书童吧。嗯。
请您行个方便，我们想借住一宿。这是佛门清净之地。我知道，我们小姐进京探亲，一路上太辛苦了。全都找过了，鬼都没有一个。哼，庙他走不远，沿路附近尽速搜查。是。这有个尼姑庵，我们进去歇歇脚吧。好。师傅，我们是过路的，请您行个方便，让我们在这歇歇脚。这是我们小少爷，我是他的书童。这是佛门清净之地，而且不巧得很，有人家女眷暂住，你们二位不大方便，对不起。想不到男人还有这种不方便。这个张秋莲真可恶，打了人就跑了。继续搜查，分路再找。好，好，走。五十个，少一个怎么回报呢？就说文峰逃逸无踪，回去再说吧。好，走走。哎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刚才我去搜查慈云庵的时候，看见一个记名安身的女子住在那里，把她抓来好了。胡乱抓一个抵数，交差算了。走。皇爷正选宫女，奉选男人呢。哎，你们是选宫女的？别多问。那我不能去。这去不可，走。哎，不能不能，他不能不能不能，他不是小姐。怎么他不是小姐？你是小姐。哎，你想去啊？走。